装自己，摆出热情的姿态是假意，还装作真心，以为没人能看穿你那点小心机。那好吧，就陪你演到底，看看谁会先忍不住去摆起。真是太感谢你，给机会锻炼我的演技。有一次偶遇你，想当年毫无安排，试探着提醒你，就会话里话外。别说你想起又不敢起的小表情，哎呦，真是可爱。和你的拉锯一触即上场比赛，期待落空也不忍心转身离开。就算你再想抵赖，看我的眼神，我早已真相大白。心动的信号都被你完美躲开，我不主动夸饰的，我来你告白。有份甜甜的恋爱，想邀请你谈一下，你敢不敢来？年轻了，我以为交了稿就能有尾款，可谁知道这交稿与尾款之间有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。这财务签完，法务签，法务签完，行政签，这么欺负人了，他们啊，他们啊，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好不容易见到董事长呢，结果你们猜怎么着了？董事长他休产假，这一休就是大半年。你说让我怎么办？我还带着一个孩子。妈妈，对不起你，我们恐怕要露宿街头、捉襟见肘了呀。这董事长也不容易，哎，作为一个女人，又要生孩子，又要管公司，那多不容易。是。可是这董事长，他是个男人啊。啊？啥了啊？男的要生娃娃了啊？那不欺负人了吗？哎，老板，你给我出来！我要曝光你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呦！哎呀，别拍了，别拍了，大家都别拍了，大家都别拍了啊！这是小事情啊，咱们店刚刚开业，给个面子，给个面子。刚刚开业，孕妇都在这儿了哈！广大的网友看一看哈，那这是商家丑恶的嘴脸。看看他，你遭人天谴呐！开始。小董啊，咱们起来吧！别抱我，孩子都哭了。妈妈真的对不起你，你还没出生，这妈妈连奶粉钱都付不起。还了吧？不就是5000块钱尾款吗？对不起。给你。是给这钱又得给他。干嘛呀？也得谢谢老板。哎呦喂，好演员啊！你怎么不去做影后啊？看来这个做客服是委屈你了啊！夸奖了，夸奖了。哎，老板，这张有点旧，能换一张吗？对不对？赶紧走！不是老板，老板有需要再找我们班啊！见老板。不愧是咱们82的 YYDS， 出道即巅峰呀！嗯，还生气呢？当初这个健身房老板打电话给我们，半夜起来改稿，哎，我们二话没说，特别配合。怎么到了他交尾款的时候就一拖再拖？你跟我们说客户有难处，让我们理解，好，我们理解了。哎，可谁理解我们呢？这一拖就是大半年。老柯，咱们公司什么情况你不是不知道。以后遇到这种客户，交给我 ，OK？OK，我保证以后不会遇到这种难缠的客户。如果再遇到，你直接 KO 我。哼，每次都这样说。来，给我，我换衣服去。哎，我的，这是你的。哎，你快点换啊！这个还有15分钟就到了这个会议时间了，我超挑小路啊，你们系好安全带啊。 老哥，你慢点儿。哦，好。哎，老哥，这次钱拿着了，该给我买艾琳演唱会门票了吧？买你个头啊！什么爱豆，天天就是爱豆的。你学学恩恩，那是咱们班的爱豆，好不好？啊？怎么了？不行吗？哎，慢点，恩恩。哎，好嘞。 安全带系好啊！哦，等会儿。哎呀，行了，别喷了。哎，坐稳了啊，左转了啊。哦。右转喽。 我身边这位是洁癖族马成叔，因为事儿太多，外号马事儿事儿。开车很不稳的是老板柯茂旭，最擅长坑队友。嘴里老哼女团歌的是开心果谢毅。我董恩，八二创工广告公司唯一的金牌客服，依靠着我自己总结归纳的乙方守则。 至今为止还没有遇到搞不定的甲方。哎嘿，壮壮，来说，哎呦，抱一个，哎呀，壮壮，好长时间不见，让赖叔好好瞧瞧。嗯，哎呦，长大了。哎，说正经的，这么长时间没回国了，一切都适应吗？哎呦，不适应，赖叔。不过见到您身子骨还这么硬朗，我可开心了。嗨，那必须的。给您带了一个小礼物啊，给我的？对，国外带来的。嗯。 您以前特别爱吃，呵，洋气！哎呦，这还有新人啊！啊，老总，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生产研发部的副总监曹雅。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真漂亮，真漂亮，谢谢。这是市场部的副总监王子健。哎，你好。哎，这一表人才，他们可都是我一手带出来的，你放心用。行，以后就多靠你们了。郑总啊，哎。 这次牡丹突然病发，都这么多年给累的，这以后牡丹公司啊，可就要靠你了。哎呀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们都是陪着牡丹一路走过来的，以后会全力帮助你的。行，赖叔，不瞒你们说，这次我妈突然让我回来处理公司的事儿，我哪会处理公司的事儿啊？不过还好有各位叔叔在，我就放心了。哎，赵叔啊，这事儿还真怪你。你说家里这么大摊子生意你不管，非得跑国外去给别人打工。 你妈天天这么操心，那身体能无病吗？哎，我有好消息告诉你啊！啊，咱们公司可是办新店了，那可都是高大上。让赖叔带你瞧瞧。行，哎，走。这个真好啊，根本就是个草包嘛。哼。罗总好。哎，不敢当。罗总好。哎，罗总，哎。罗总好，赖总好。行吧。哎，来。啊。 看看，啊！哎呀，真大气！哎呀，哎，这还有个大楼梯呢。哎呦 ，Oh my god， 我没看错吧？这就是龙妈的儿子，半点气质也没遗传到呀。哎，跟赖总说话的时候唯唯诺诺的，这以后呀，怕是会被牵着鼻子走。对呀，哎，你想想啊，这龙妈的命要是再不好，这个公司就姓赖了。赖总这人任人唯亲，喜欢贪小便宜，得罪了他还要穿小鞋。 我刚才先叫的楼总，你完蛋了！82成功，恢复升空。82成功，恢复升空。我奶奶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呢？哎，那个手刹松开了吧？放了，放了。1、2、3，走。稍微再快一点，这体验会都要开始了。等我说，哎呀，咱就不能叫个拖车？ 是，我看你不是懒啊，你是忙得不够明显，啊，就这么几步到叫什么拖车，个败家，啊，使劲儿，82成功，恢复升空，82成功，恢复升空。那个，各位叔叔们，楼渊平时也不太会说话，大家都是跟着我妈从20个人的小厂子一直干到现如今有2000人的大公司了。 多亏了各位叔叔，那今天我就以饮料代酒，敬各位叔叔们一杯。好，好，啊，好，来，来，喝点。壮壮啊，哎，坐。好。哎呀，壮壮啊，你别说啊，那段时光，还真是我们叔叔几个的青春呐。是。现在我们可是老了，以后得靠你们年轻人了，是吗？ 哎呦，我是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，老是偏头疼。你呀，就是太拼了，小心熬坏了身体。哎呦，赖叔，您可得多注意身体，这整个牡丹公司都得靠您呢，您身体可不能垮。哎，别提了，其实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最近呢，几家合作公司给闹的，他们知道你妈病了，又知道你刚回来，业务不熟，所以呀，交上来的东西。 那是一次比一次差，态度还特不端正。要我说，全换得了，以为我们是冤大头吗？是不是？来，赖叔，啊，吃菜啊，来，给您叫什么？当然了，换还是不换，你说了算。我呢，只是协助，哎，协助工作。赖叔，瞧您说的啊，这个管理公司这方面，您最在行了，是换还是不换，肯定得您说了算。 叔叔们，咱们先吃饭啊！不聊工作嘛，不聊工作啊！不聊工作，你也吃点这个菜，这个是特厨做的，那味道棒极了。尝尝，我尝尝。嗯。哎呦！哎呀，这怎么搞？今儿是全红啊！ 服务员，后边菜别上辣的了啊！好嘞。嗯，壮壮，不是赖叔我说你，你还不能吃辣啊！牡丹公司那可是专业做辣酱20年了，我们叔叔几个现在那是无辣不欢的境界了，你这样可不行啊，得好好练，好好练啊！是吗？ 我们老板已经走了，下次请早吧。嘛呢？凉凉。嗯。小声点儿，房东刚刚来了。微信他还没有作业。什么时候交房租？尾款结了就交。 花哥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车太耽误事儿了，又迟到了啊！又迟到了啊！怎么办呢？那什么怎么办？这回车也没赶上。都在啊，到齐了。这还麻烦您亲自来一趟呢。哎，这你说呢？我都蹲你们好几天了啊，3个月了啊！你们躲我3个月了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再不交钱的话，你们直接给我滚蛋！大娘，今天穿这么好看，生什么气啊？是不是？你看你这小珍珠，你说你差这点钱吗？那肯定不差，是不是？但是，我们能不给您吗？就算把我卖了，也不能差您钱。马上就来，您等着啊。 钱，别磨叽，快点！你看着钱，还信着呢，啊，诱人的味道。咋就这么点儿呢？ 有就不错了。哎呀，您放心，我跟您说，我们现在跟牡丹公司合作。牡丹公司您肯定知道吗？那可是酱料界的龙头老大。我们都跟那么大公司合作，还能短了您这点钱，是不是？对吧？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哎，您好，这里是82创工。 您好，这里是牡丹公司。看看，很遗憾的通知您，我方已经决定终止与贵公司的合作了，请在收到解约合同之后，立马与我们联系，走解约程序。谢谢您的配合。解约？为什么解约呀？那尾款怎么办呀？哎呦，剩下的2个月房租啊，下周前再交不上的话，你们就立马给我滚！ 不是啥意思呀？仗着自己大公司欺负人啊！说解约就解约，是不是？冷静冷静冷静！行，那咱也解散啊！反正老子也不干。我他妈！我赶紧我对的。对了，姐姐，冷静，工作不好找啊。坐下。还要买演唱会的门票，还要交房租，还要吃饭。算了，不吃了。减肥吧。你倒真是挺冷静的。不对呀。 和牡丹公司也不是没有回旋的余地啊，我们这解约合同还没签呢，是不是？我们怎么也得努努力呀，这工作不能白做呀。恩恩说的太好了，不愧是我们82觉悟最高的员工。老规矩，你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，啊不，我们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去吧，恩恩。又来。 别急，慢点到啊！快点！哎，前面怎么回事？会不会停车？不会停车，赶紧让开！那个不好意思啊。 师傅你好，这个从那边那个路口出去，往南走300米就有一个停车场，我刚从那边过来，那边的车也少，我相信可以解您的燃眉之急。不是他开大奔了不起啊，凭什么让我让啊？是，您说的没有错，他不就是技术不过硬，手脚笨了点吗？再说了，咱们中华民族诸多传统美德中，有君子成人之美，乐善好施，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的说法。您一看就是那种特别有修养的人，不要为了这点小事影响了您的出行计划。算了，懒得跟你这种人计较。希望你有一个好心情，慢走。 回螺，拜拜！不用谢我了，好好练车技吧。做人呐，不能昧良心，我得救。风萧萧兮易水寒，以方贵铁兮不复还。哎，什么时候能不用这种撒泼打滚的方式抱大腿呀？啊，我也好想做一个体面的乙方啊！ 不见呐！我这事发突然，哦，对，我特意给你带的饼干，你最爱吃的。怎么这么客气啊？还客气？问那个娄总呢？啊，董事长啊，董事长最近身体不太好，哎呦，公司里大大小小的事儿，现在是小娄总在办理了。小娄总，哦，你是不是为解约的事情来的？对，这个事儿恐怕你得跟小娄总谈。 但是他今天应该是没有时间见你了，忙啊，忙，啊，嗯，那行吧，那我下次再来，嗯，没事，不好意思啊，哎呀，没关系，跟你又没有关系，没白跑一趟，我谢谢你啊，那我走了啊，拜拜，好，谢谢你。哦，哎，怎么了？哦，胎动，哦，这孩子胎动，哦，太不乖了，哦。 乖，坐会儿。哎呦！哎呀！太疼了，怎么疼了？我想喝点水。水行，我给你倒点热水，行吗？啊！你放心，我帮你在这盯着。有人找小娄总的话，我就说他不在。啊！我现在马上去，你别着急啊，我马上。 来，尝尝这亲手给您泡的咖啡。嗯，我是八二闯空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受到消息，说牡丹公司不跟我们合作了。我们这个小公司也确实不容易啊。哎、我们先起来说话啊，起来说话。 哦，哎，赖叔，这不是刚刚停车场那女孩吗？哎，怎么是你啊？啊，我来找小娄总。你好，我就是小娄。小娄，啊，小娄总好。哎，你好。啊，对不起，小娄总，他是八二川宫的客服，刚才他想喝水，我就给他倒热水去了。没关系啊，你先去忙。啊，好。赖叔。 八二的，哎，等，我瞅瞅，慢点。嘿，小姑娘，你怎么这么快就怀上了？呀，大叔，您不说我都没看见，怀孕了。您开玩笑呢，我这是体质问题，一吃这肚子就大。哟，那他们公司的伙食还挺好。啊，对，不止伙食好，我们实力也是有目共睹的。 小娄总啊，那个，我们跟牡丹阿姨合作的非常愉快，不知道您对我们是哪里不满意？哪里都不满意，你看看你啊，居然想这种方式来博得同情，哪有一点企业的诚信啊？我们是不会跟你再合作。走吧，走。 怎么能说吃胖了呀？谁一下子就这么胖呀？我真的是脑子有问题！哎呀，快摘了！哎，整天用这种缺德办法，会遭报应的。收起来。娄总好。哎。这么巧，哎呦，小罗总亲自来上厕所呢。啊，是。刚刚停震事情还得谢谢你。没事没事，那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哦，如果您真要谢我们的话，就再给我们822一次机会。我们的广告方案都是严格按照贵公司给我们的要求做的，我们绝对没有偷懒。你说的这些我特别清楚，确实你们都很辛苦。不过你也知道，赖总他做了决定，确实很难更改。 可您是小老总啊，是。如果是换做是我的话呀，我的第一选择，一定是以实力为优先的。不过你也知道，赖总他，似乎是更喜欢跟自己的朋友合作，朋友之间嘛，有来有往也很正常。啊，可能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猜测，毕竟我刚刚回国，对国内的市场了解不是很充分，而且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合适的那些广告合作商。 算了，不跟你说这么多了。反正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，咱们之后有机会再合作。啊，小罗总，您刚刚说赖总朋友的公司，我倒是知道一家，叫来家广告，您知道吗？来家广告啊，可以啊，你们两道消息挺多呀。明白了。 您放心，您要的证据，包在我身上，一定帮您弄到。那就辛苦你了。嗯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这个小罗总有点眼熟啊。哎呀，干嘛去了？哎，来来，先拍照，来，留个纪念，1、2、3，耶！请问，今天奥斯卡影帝什么感受？别说，还真挺累。来，经过我们3个月的调查，发现原本的供应商已经被老赖换成他自己的亲信了。他们就仗着自己有靠山，在原材料上一次冲好，导致我们的酱料口感下降，成本上升。研发人员发现以后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离职了，并且大部分离职人员都被三角集团给挖走了。 咱们为了保利润提高价格，这和三角一比没有任何优势。你现在去超市的货架上看看，已经是三角的天下了。口感下降，成本上升，而且销售渠道落后，再加上品牌的宣传力度不够，那知名度就是会下降。所以嘛，牡丹需要你们俩。咱们这5年以来，市场份额从22%已经下降到了19%，而三角已经稳步在17%。 我们也仅仅只有2款产品领先于他们，但是其他的全部被三角的新产品替代了。如果再不把这些蛀虫给拿出来的话，咱们公司可真就完了。进。啊，罗总，您要的垫子我给您拿来了。哦，这么多年还是喜欢这种毛茸茸的东西啊，真可爱。别说这种人造皮革还真挺舒服。 我查到了，老赖有5套房产，我们分头行动，1人盯1套。这个来家广告肯定有问题。 我跟了这个来家广告的王总3天，你猜我发现了什么？发现了什么？我发现，这来家广告的王总每天晚上都会去一家叫“野百合”的私人会所。野百合？你猜我在这个野百合又发现了什么？发现什么？我发现了赖总，而且这个赖总和王总2个人一起进去。 然后半夜喝得醉醺出来，2个人好的就像连体婴儿一样。连体婴儿？嗯。那说明什么呀？这说明什么呢？你看，我们822那对牡丹是忠心耿耿。是。可是这个赖总为什么就想跟我们解约，要把这个合约先给这个来家广告呢？而且经过我的调查呀，这来家广告给牡丹公司的报价，可比给其他公司报价多出整整20%。这里面猫腻大了去了。哎呀，董小姐啊，要不是你说，我都不知道赖叔竟然是这样的人。对呀，其实我也知道，我们82呀是个小公司，但是。 这牡丹公司给我们的每一分钱，我们都是花在项目上，没有任何人吃回扣。不管这个赖总如何在牡丹公司一手遮天，但是我们的合同是跟楼阿姨签，所以我们生是楼家的人，死是楼家的鬼，我们永远站在您这边。 太感谢了，董小姐啊！我是真没想到世界上竟然有您这么好的乙方，感恩的心。哎，应该。这样，这些资料我就先收下了。行，公司的蛀虫，一定要把它给收了。大恩不言谢啊！回头有任何好事，我一定给你讲。82太棒了，太棒了！等等，我包没拿。去啊！ 快去，去吧。那我走了啊。好嘞，好。哎，咱走啊，拜拜，谢谢啊。我帮你关。哎，好。傻子。啊，稳了。 赖总好，赖总好，你们好，赖总早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你先去忙吧，好，快点啊，主力啊，这份合同可以盖章了，对不起啊，赖总，昨天我们楼总特地交代过了，以后所有需要盖章的合同都必须他本人同意。楼，哪个楼总？小楼总啊。 好了，各位，我来宣布一条新的人事任命。我身边的这位是新的市场部总监汪子健，这位是研发部新的总监曹雅。哎，等等，他们是总监，但老刘和老冯怎么办？还有一条新的人事调动命令，刘总跟冯总今天要去人事部办理离职手续。 朱莉，这些都是需要解约的。今天通知他们来公司办理手续，如果有任何异议的话，直接给他们看违约证据。啊，好的。可是楼总，这里不仅有老员工，还有很多是公司的长期合作方。没有接着合作的必要了。另外，我问一下，公司的安保系统是不是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？是的。接一根线到我办公室，照上屏幕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亲自监督你们的工作状态。 啊，好的，去吧。那我先去安排了。好。哦，原来这小兔崽子在跟我装呢，跟我斗，门儿都没有。哎，几位叔叔找我啊？小啊，楼总，您来了啊。 哎，我正想跟你谈公司的事儿呢。啊，各位叔叔坐啊，坐。哎，坐。哎，说啊，楼总啊，这种年轻人呢，他不是不好，他毕竟对公司的业务不熟，又缺乏经验，那还得老人带带。你看，刘总监、冯总监，那是我们公司的元老，他们必……我还是尊称您一声赖叔。 这些年，您确实在公司也捞了不少，现在年纪也大了，是时候该回去跟孩子们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了。什么叫我捞了不少？我告诉你啊，在公司我是鞍前马后、鞠躬尽瘁，你这怎么跟我说话的啊？您瞧您，还是这么着急，来坐啊。嘿，真是。来叔呀，来看看这个。看啥？ 您别说，您还挺上镜的。你就为这几张照片啊？要不我说你怎么还是年轻了呢？我就是和来家公司的负责人比较熟而已。您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来看看这个，这来家给牡丹的报价远高于市面上其他公司。这段时间您一直推荐来家。 这不光是关系好这么简单吧？哎，再看看这个，您跟着我妈干了20多年，您很清楚，她为了保证酱料的口感，一再强调必须要用内蒙的牛肉，而您却用其他地方的便宜牛肉以次充好，原材料运输、冷藏这各个环节，你都安排了自己的熟人暗中操作。我说赖叔呀，我妈要是知道了您的所作所为，她该作何感想？ 再看看这个，您跟我妈说啊，要节省人工成本，必须要用机器来代替人工酿酱工具。之前，您采购了大部分的机器生产线，而这些机器里有一大半都是破旧的二手货，没用上半年全部报废了，现在还在厂房里放着。这事儿怎么跟我妈解释啊？你到底想怎么样吧？ 我想怎么样，您很清楚。赖叔，您跟我妈20多年的交情了，你们从一个小作坊做到现在，为了这份感情，这事儿我选择不报警，离职，走人，退休金1分不少给你们。哎，能不能？这人事部在哪儿？你们比我清楚，不送了。哎，这个哎，小啊，娄总，娄总。 哎，我听说啊，这娄总、汪总和曹总他们仨是一起在国外留学的。娄总呢，既能演温吞草食男，又能走禁欲霸总风，这放在电视剧里就是妥妥的男主啊。没错。汪总呢，典型的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花花公子风。我们的职场也终于有帅哥可以看了。哎呀，以为娄总是个软柿子，没想到他才是扮猪吃老虎的魔头。 就这波大信息，就我这业绩，肯定得卷不开左右。上午走了几个？12个。Oh my god！ 我完了！我上个月还请了1周假去大理旅游。哇，那你怎么办啊？茶水间不是你们摸鱼聊八卦的地方，速速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。他在这边装了监控和广告。走。工号2578，工作时间刷淘宝，扣50块钱。 工号4412，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去卫生间已经超过了2个小时，限你立刻马上回到自己的工位。解约？不是，不应该是续约吗？确实是解约，这个我已经核对过很多次了。可是我帮过你们小娄总的，我知道，但是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。可是这个名单我确实是跟他什么？他在办公室。好，这个。 小月月，咱们这么给他们赶走了，是不是太不讲情分了？情分？他们在公司里捞钱的时候可没讲情分啊。但现在公司里都在传你的闲话，我就怕人心散了。人心嘛，得慢慢来，着急不得。小娄总，我好不容易帮你找到赖总吃回扣证据，你还要跟我们解约啊？啊哈哈，你俩这个能动手尽量别吵吵，我先走了啊，再见。 进门不敲门，你们8·2正不守规矩。老板，开门！老板，开门！你快走，快走，走！啊，老板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能待在这儿，他们呀。 站住！等等，心跳别急着强烈。等等，我害怕独自沦陷。走慢一点，让我感觉你的眼，你的视线就在身边，陪伴我满意挂牵。等等。 等等，回忆也彼此重叠，一望无前，直到看见你和我，慢慢无间，跨越似水流年，不变的誓言，慢慢。 时间陪我们走远，慢慢热的情切，一天一天，没有轰轰烈烈，也让我真爱眼前。等等，越来越深的了解。